那隔音降噪耳机虽然在市场上有非常非常多品牌，隔音降噪耳机我觉得在市场上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品牌在制作。隔音降噪耳机我觉得在市场上有非常，隔音降噪耳机有非常非常多品牌在市场上制作歌，有非常非常多品牌在制造，有非常非常多品牌在市场上，有非常非常多品牌在制造隔音降噪耳机，但是我觉得做得好了也没有几间。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牌在制作隔音降噪耳机，但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牌在制作隔音降噪耳机。我觉得隔音降噪耳机的最高境界就是你可以按隔音，你可以沉浸在你自己的泡泡当中。但是你如果想要听到外面的声音，你也可以清楚听到外面的声音，这才是最厉害的隔音降噪耳机，而不是你按隔音，结果好像也没有隔到音啊，你要按听到，好像也没有听到，所以音质再好，我也只能给这个耳机可能70分。